哈喽，大家好，我是吴哥。之前呢，很多网友都在问我有没有封王，因为前面那段时间的话天气不好，所以呢，为了保证这个封王的质量，所以呢现在天气已经好转了。我看了天气预报的话，它后来这连续有一段时间是天气好，所以呢从今天我们打算就预王。昨天我已经把玉王群那个蜂王呢关起来了，玉王框呢我今天早上我已经放到玉王群里面给那个蜜蜂呢整理了几个小时，然后现在我们准备移虫。在移虫之前呢，我要把每个蜡杯里面沾点蜂王浆，这个可以有利于我们那个接收率。王浆就一点点啊，不要太多，因为毕竟你这个王浆呢不够新鲜，它不够那蜜蜂新吐出来的新鲜。被我们采用的是复式的移虫方法，今天移了一次的话，这个取的虫呢可以随便，只要找一窝那个健康的幼虫就可以了。明天的话我们再把这个虫去掉，重新种，从那个种用群里面再移虫。好了，我们这样开始移虫。我们移虫的时候，下针要以40度左右从幼虫的背面下针，把它移出来。这个是第一天移的虫，哎，明天的话，我们移的话就越小越好。好了，我已经把那个虫已经移好了，我要把它放到那个玉王群里面。我们玉王的话一定要强群玉王啊，蜂群不够强的话先把它补强了再进行玉王。玉王的时候记得把它奖励糖水还有花粉。这个是昨天就开始奖励了的花粉，今天也大概是这个时候吧，我再拿出来，再去掉这个原来移进去的幼虫，再从我们的种用群里面移那个幼虫过来啊。过后下去的话可能这个视频如果你还不会预防，或者说你在预防中遇到什么困惑、有什么困难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言或者私信给我们，我们大家一起。